就跟男生传绯闻对你的困扰比较大吗？因为我不是同性恋啊。你觉得他这辈子有去跟人家搭讪过吗？我觉得没有。就是看到没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一定是看到一个女生很正，然后就只是看而已，然后就不会再做接下去做什么了。以前是这样子，但我觉得我现在比较会主动。会不能讲假设，就是你这辈子真的没有过，对不对？有，我说以前有吗？比较害羞，不可能吧？就是会默默欣赏，但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好害羞的。可是问题是你真的有上前去跟人家讲过话吗？说嗨，我有啊，或者是要电话，或者什么都有。发生在什么时候？不止一次啊。真的吗？对。那女生有昏倒吗？不在台湾吗？都有，在台湾有。可是台湾谁？大家都认识你啊！你这样子去问电话号码是一个蛮刺激的动作。我也觉得。我现在不是在纽约的捷运上，我也会。哦。但是不是那么长，不是问电话号码，但是会自动开口跟人家讲话。OK。对，因为我觉得。我们都有缘分，你已经坐在我对面了。对，那我肯定一直看，一直看到你，就聊聊天。对，就跟他说，哎，那你今天要去哪里啊？或者，所以开场是什么 ？What's up 吗？就是可能你今天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或是什么？对啊，也不一定要到电话，只是我觉得你的鞋子很好。对啊，或者之类的。哦，所以在纽约的时候，别人、啊、因为我也蛮喜欢那种。不是那么一般的那种，比如说那种有点尴尬的那种气氛，我就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很刺激吗？我很不喜欢那种很一般的那种对话。哦，对，你不喜欢一般的对话？一般的互动。OK。对，人跟人之间可能相处了很久，然后每天在上班，这其实根本不认识彼此，那、yeah. 都是很表面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有一些奇特的部分。我也觉得。他不是完全阳光的，有奇怪的地方。终于被你看到了，不错啊，很好啊。所以在台湾你享受不到这个快乐，对不对？在台湾很难。可能就是因为在台湾大家都知道我，所以我就觉得在美国是特别有兴趣。你会主动讲话，我还蛮惊讶的。嗯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一个人的生活。然后比如说在餐厅里面，让看到可能如果只有一个人坐在那边，不管是老少或者什么。就开始跟他聊，然后说什么？就是说你喜欢自己的食物吗？这一类的吗？对啊，或者是就瞎聊，吃那个看起来好像蛮好吃的，你在吃什么？那我可以点点看。不会有人担心说他要骗我钱什么这样？也要看那天的样子跟装扮，如果看起来太可怕的话，我没有想到你喜欢。可是这都是因为他现在很年轻，这样就很浪漫了。对，等你过了60岁，你这样，真的，如果有一个60岁老先生坐下来说，哎，小姐你吃什么啊？我就会说干你屁事，然后赶快离开。你不要这么没礼貌。不是，如果说你知道老人，然后又是你知道来搭讪那种，一定就是怪咖。色狼。对啊，不然。对啦，所以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做很浪漫，可是上了年纪就很不一定很恰当。对，好，我们只剩下一题要问王力宏，希望他可以安全度过这一题。好，八人先生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，请问你最痛恨下列哪件事？一、唱片被盗版；二、跟女生传绯闻；三、跟男生传绯闻。请作答。盗版啊？哦，盗版。超过跟男生传绯闻？因为绯闻根本都是假的，过了就没了。嗯，对，盗版是真的存在的一个问题，而且是。比较严重啊！我刚以为你要躲到椅子背后哎，我就是在躲啊，我就是在躲。我打算你蹲下来的时候，我肯定要蹲下来，因为你没有蹲。最后一题，我想说，我觉得绯闻没有到痛恨，你会觉得很烦、可笑、很讨厌，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？但那个只是去掉盗版的话，你会比较恨跟男生传绯闻超过跟女生传绯闻，还是说绯闻？当然了，真的吗？对，会。就跟男生传绯闻对你的困扰比较大吗？因为
我不是同性恋啦，所以会引导人家误会。那可是反正就是绯闻，你讲的就都是假的啊。但是有差啦，真的有差，有差啦。可是如果我穿，如果穿你跟女生的绯闻，你会比较生气吗？不会耶。超过跟男生的绯闻，嗯，因为多那一层，说我要解释 ，OK， 就是你不要误会，就两重不是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是传我跟比如说舒淇那种的话，我就会先。高兴一下，忍一阵子再出来澄清。可是如果是低级耶，变抒情一下，先享受一阵子那个绯闻。如果人家说我跟阿雅之间其实不是友情，是那个的话，我爱情哦，直接开记者会出来告他。那你的所谓的忍一下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先那个新闻传一阵子之后再出来。他就是要 enjoy， 是啦 ，enjoy 这件事情一阵子、啊。还是要看对象。阿雅这么难 enjoy 吗？以前人家就是说我妹跟阿雅之间就是两个人是同性之情，徐熙娣，嗯，然后所以范晓萱介入他们，然后把我妹给抢走，哇，好精彩哦，我都快吐了。所以如果直接跟范晓萱比较好，对，还好一点。所以你们就是在排挤阿雅，不是啦，他是一个很不适合传绯闻的对象。所以其实连这种很天马行空的新闻都可以变成绯闻，所以我也知道，我也习惯了，然后大家也习惯了，然后。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今天什么莫名其妙的新闻，你看了报纸才知道。所以你没有他那种心情，说如果传绯闻的对象还不错，就让他先跑一阵子再说。其实通常我对绯闻这种东西不会做任何回应的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。OK。但是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比较真的比较很夸张的，必须要做回应的，对，就已经把我逼到要做回应啊。Thank you.